Feel TV 节目调教你 Mira 将会在6月7号晚首播，担任导师的梁祖尧阿祖昨天在社交网站上载预告片，由 Mira 经理人黄慧君花姐和阿祖的车厢对话做串联，当中有花姐点评一班镜仔的说话。咁签名佢翻嚟，佢的确有好多缺点嘅，好多人单飞啦，咁可能佢哋会摆单飞做第一位 ，Mira 做第二位。点啊？你可唔可以有啲上进心啊？佢系优柔寡断，咁佢就发翻个脾气，就觉得我点解话佢黑面？咁其实佢哋系好幸福嘅，冇经历过竟出边哦，原来做个新人咁惨噶。由于 Mira 是在演唱会前到梅窝拍摄，他们拖着疲累的身躯出发，大叔 CP Anson Low 和 Eden 挨着瞓觉派糖，姜涛亦都靠住最有妈妈 feel 的 Jeremy 熟睡，最爱的披头散发碎碎都有入镜，另一众镜粉期待不已啊！